无毒，男士禁毒委员会。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。妈妈，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？嘘，没事的，没人看见。爸爸，这是红灯，不能闯。没事，没人看见。妈妈，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。交什么交？没事的，没人看见。谁让你偷偷作弊的？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？妈妈，我以为